31日，向佐成功求婚郭碧婷后统游日本。今日，向佐又晒出一组带郭碧婷在日本拜访干爹山本耀司时的照片，感谢山本耀司祝福。4月2日中午，向佐分享了一张和未婚妻郭碧婷的恩爱合照。照片中，郭碧婷与向佐身穿风格一致的情侣装，与向佐的干爹山本耀司一起合影，三人同框，十分温馨。向佐还单独与干爹山本耀司合影，两人比出一样的手势，可见两人关系很好。据悉，向佐口中的干爹是日本著名设计师山本耀司，三人都戴着同款项链，网友猜测应该是山本耀司的作品。他还为小两口亲手书写贺卡，送上诚挚祝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